欢迎收看赵厚达步枪博物馆，我是蝉岭王刘嘉林，我们在加拿大北极地区拍摄。那个最近那个有好多神奇观众没事老问我们，哎，你是不是加拿大人？什么你要不是加拿大人，你有这么多枪你可就违法了，就这样的全让我删了。关心点正题好不好？我觉得这就是三观缺失，都不是不正的问题，缺失直接就是第一个，就是问我关于是不是加拿大人这事跟你有毛关系，还有人底下写什么、你为什么那么敏感啊，别是有什么事儿吧，有他们什么事儿还敢跟这儿逼逼，对，还敢动点脑子。就是哎，我能问问你妈哪人吗？你愿意说吗？跟全国观众面前告诉你妈是哪人，你爸哪人，就这么简单。这些人太没礼貌了。那说你能不能懂点礼貌，好歹这是一礼仪之邦吧、中国对吧？对，你上来就问你哪人啊，什么玩意儿啊，关注点该关注的。对，我们这是一军武节目，又不是一个讲他妈的百家姓的，对吧？这真的，你关注点该关注的，问点枪的事儿，问点生活，怎么生活，你生活怎么样，你们那儿有什么可玩的，对，吃的，怎么生活能更快乐，不给国家找麻烦，自己还特快乐，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好多人说你这个为什么老不爆款什么的，那爆毛款，我就烦死这种了、那爆款全完蛋了。对，老老实实干点事儿不行吗？就是研究点爱好，聚一帮朋友真喜欢的，别他妈起大哄的，对，一块交流一些失败的、就跟咱们那玩摇滚的似的，90%都那个起大哄的，我为什么不爱搭理啊？那90%都是在起大哄的，对，没干实际的，你干嘛了？你总得干点啥吧，对吧？所以吧，哎，反正什么那种说风凉话的，倍儿他妈讨厌。早上起来迷迷瞪瞪，先骂一句，上了。哎，真的，就是我们这集要讲什么呢？我们这集要讲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电影，中国的战争电影，那么多吐槽的，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就是一个部门来说每个电影得有一个，就是什么你是拍军事电影，你不能胡拍。对，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这样？其实不是没找，他们每个电影你们自己看都有军事顾问啊，就是那军事顾问他妈的合格不合格？不是，打实话，那脚头有5块钱脚一回的，对，还有好几还有那500万脚一回的，对吧？咱别说500万，500块脚一回，500块对。对吧？肯定档次不一样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啊，因为我跟了很多就是专业的人士聊过这事儿，中国的一线的编剧什么的聊过这事儿，就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你把这东西写进去也没人关心啊、就你把这东西弄好了，道具弄得一丝不苟。中国现在做道具做最牛逼的就是电，就咱别说以前的啊，三大战役什么的那些，拍什么辽沈战役什么的，别没法跟那会儿比。那是军人拍，那个你对讲过。对，那他妈八一厂拍的，八一厂没了以后就没有这种专业的了。对，那是他妈八一厂拍的，那是八一厂找当兵的拍的。咱也别说什么地雷战、地道战那样的片子，那他妈的压根就是给军人看的教学片，然后转成给老百姓看的电影了，像爱国主义教育。对，那平常那是给当兵的打仗做训练，哦，我看明白怎么回事了，军事指导。对，那是军事指导片，那都八一厂，不是八一厂，沈阳的，反正那也是军队的电影厂。明白，就这个戏就是八一电视制片厂。沈阳的那个电视片厂可能还是军队的，就是你看吧，那电视制片厂每个出来的时候不都有一个
什么什么电视制片厂那么一个片头嘛，那片头是工农，嗯，就跟那军队没，那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军队的电视厂，上的都当兵的，对对，那就这军队电视厂专业的，对啊，专业的那是，那现在叫什么不是专业的，现在一概100%，要我说不都不是专业的，就现在军事指导这个部分，中国，要我说真的可能这99%吧，咱万一有那么几个咱不知道了呢，因为毕竟还有那什么呢，拍我团长我团的那会儿，嗯，对，那个很细致很讲究，那我觉得是近代最牛逼的一个，就是他讲究了这事儿，嗯，讲究了以后有人，你看网上有人聊这事儿吗？反倒有人在聊的是他妈的冯小刚那鹰七七不好使，嗯，就是那句最军迷的大错特错，就是所有军迷认为他这句话说的是真的，那你就不配当个军迷，就至少轻武器你没研究过，你研究过轻武器很容易说什么那么不好使，没子弹啊，你啊你找不着那子弹，说错了一句话反而被流传下去了，对，说错了这句话反而被流传下去了，然后我团长我团又他妈死人又他妈花钱又折腾又下功夫，最后你看有任何一个人聊过，反正我周围很少有人，就是我聊完了以后才有人再跟我聊，对，然后之前没有任何人跟我聊过我的团长我的团这部片子的里边的军械嗯做的有多牛逼，真正在电视上第一次把汤姆逊给拆了就是那片子，老美过来噼啪啪你俩这没保养，唰把汤姆逊给拆散了，你知道汤姆逊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嗯嗯，真正的让中国人中国观众意识到哦汤姆逊是这结构的，原来嗯嗯嗯这么就给拆开了，就是这电视剧嗯合法的给你拆开了我这儿都不能给你拆了，老有人说你怎么不把钱给拆开让大家看，我真是偶尔偷偷给你拆一下，老拆他们就给我封号了，对，不合法，不合法，就偶尔偷偷的那种通用枪型，谁他们都知道里头什么样了，嗯嗯，就那种枪我给你打开看看，别的都不给你看，最多是上下给你拆开，嗯，就是保养即拆吧，对，你看那个那是第一次，那都他妈零几年的事儿了吧，对，很久了，零这么近的一几年的事儿还是什么，就这么近代的事儿了才演出来一个汤姆逊给拆了，让你看看汤姆逊是什么结构，就中间一个编剧写了这么个桥段，嗯嗯，是把汤姆逊给拆了让你看看汤姆逊是什么结构，没意识到吧，嗯，因为中国军媒整体层次太低了，你都不意识到，对，还真是，你不说就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把汤姆逊给拆了，我没见过，就是你对这个事情都没有渴求，嗯，所以编剧根本就不去写这些东西，所以用不着一个资深的军事指导出现，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嗯，这不赖，也不完全赖整个电影界，这个因为观众根本对这件事情，我跟你说，如果是我的团长我的团演完了以后，然后大面积的论坛上什么在议论，哇，这里边使了什么装备，这些装备有多牛逼，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当年这块还好挑错给他，就还有更多的，就像我似的给他挑了一大堆错，比如说那个谁帅帅，那个范冰冰他的老公拿的那个，说拿，哎呦，新拿的狙击步，那他妈不是狙击步枪，那是最老的一根里，他那条枪完全看错了，那他妈哪是里的狙啊，里的一狙还是应该拿轮纹章那根，上面安个镜子，应该是什么呀，怕哟，你这上面有镜子了，轮纹章应该这么说了，嗯，你这比我这厉害啊，就是真正实际上李恩菲尔德在那个战场上的 update 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李恩菲尔德13型步枪，就是轮纹章式的那根枪上装了一个镜子，没有那后塞托啊，嗯，就是装了个镜子，擦了个镜子，那是第一代的李云菲尔德狙击步枪，嗯，并不是那李云菲尔德11，那一战的枪，那太老了，已经打黑火药的。那你轮章应该是看，哎，你怎么弄了一个打黑火药的枪啊？那会老古董啊。对，就你知道，他这个是他里的细节，唯一我看出一个细节的错误了，嗯。那么长的一个电视剧讲打仗的，对，无数的细节，我就坐那儿挑错，没干别的，就是因为我看了十几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目的，嗯，享受每一个，那挑错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绝对享受，仔细看定就停，就看每个画面，看那个画面里边，它里边那个人穿的衣服拿的枪对不对，里边的那个枪细节，我要看这些，就这么一个错，
让我惊喜的看到了就这么一个错，就这么北漂才就一个错吗？那真的太牛逼的电视剧啊！多那他妈是中国的兄弟连啊！那能上升到世界意义上，你把它翻译成英文放到外国去看一样好看。嗯，真的，那外国人一样觉得那好看，下功夫了有用吗？下功夫了有用吗？还真没用，有用吗？下来，有人记住轮章吗？记得不都是顺溜吗？对，还真是拿他们那么一傻帽枪去绑一个、那个，然后那个让他们的那个一个不懂枪的人，那顺溜那演员叫什么？王宝强、嗯，让他们一个不懂枪的人自己还，我就喜欢这只，觉得这只很独特。二傻子，你见过枪吗？就真他妈只得这么说你，你是你少林寺你练过，你练过武，你他妈见过枪吗，大哥？我真不是含着你，我在没来这儿自己做这个博物馆之前，我跟你一样。但是你是专业人士，我是看你的，对，你得比我厉害，你就得下功夫。我不是专业人，我是个票友，我自己玩的。你太差了吧？你会觉得那支枪，那什么玩意儿？那是只海军陆战队的试验枪，海军陆战队试两天，觉得什么玩意儿就不用了。对对，就那么一个玩意儿，长得是挺独特的，因为太他妈屎了，就一打那枪管子自己缩。减小后坐力嘛，他为是一支半自动枪，为了减小后坐力缩，能打 MOV 的枪，就你连这个都不明白，王宝强就是脑子里连这个都没有，都去演狙击手了，就什么叫 MOV， 什么叫打孔，就这件事情他不理解呢，他就已经去演完了一个电视剧的狙击手了，还觉得美逼的，我挺棒的，你们二傻子吗？这种演员。你看过巩俐在干嘛？她诠释每一个角色，就巩俐演的《艺伎》，嗯，《艺伎回忆录》里头，巩俐有一扔扇子，嗯，就一秒吧，啪把那扇子扔起来，唰一转，她接住了，就这么一个动作。然后我看了一纪录片，我脑都疯了。那巩俐仨月就每天就扔，每天就扔，然后她那扇子都能扔得跟杂技演员一样，这是演员，对。基诺里维斯打枪为什么那么漂亮？这是全美的 CQB 冠军，人自己他妈就是冠军，人家是专业冠军，他有发话语权，话语权在他身上，他做的所有动作是标准的，大家要照着他学。电影里那就那么牛逼，顺溜那干嘛呢？你还演一狙击手，我喜欢这支枪，然后还把那支枪又延续到了那哪儿，又延续到了那个冯小刚的那个片子里头，还拿着那只枪当狙呢，他演一狙击手嘛，还挺牛逼的，在那里头，在集结号里头还挺牛逼，我操，那不是他妈真的真的真的就属于他妈的给冯小刚那白屁股蛋上啪贴了一面屎片，就那个狙击手顺就这个王宝强这个狙击手在集结号里边出现的含义，对于军迷来说是屎吗？这片子里贴了个屎，什么傻逼吧？那枪还没出来呢，你还他妈屎那年的，就这种弱智错误怎么也都能出啊？不是弱智错误，就是没有人关心，这不是弱，没有人当这些是一个错误，反而觉得他们说的那个英七七不好使，到心里为真了。对，这就是现在中国电影面临的，中国战争电影面临的所。我自己感受到的那些恶心，就真的他妈恶心啊！就跟他们吃了个死苍蝇，比那恶心，他妈跟吃一冰套似的，就真他妈那么恶心，就是带着下作的恶心，就真的真的就是像王宝强这样的演员，怎么他妈去演战争电影？演之前演他妈一个狙击手，你连。这个你，那起码应该有个地方可以去培训。你看的是百度，我这些知识也都是从百度来的，从维基百科来的 ，Google。我没说有位老师站那儿，从哥们儿旁边喝酒聊天的哥们儿来的。你王宝强，你演狙击手前仨月之前，你不能干干这事儿吗？你他妈但凡干了这事儿，也不能拿那把枪出来。拿一三八大盖都比他们拿那把枪他妈的对路就最土的，拿了一根三八大盖，这根三八大盖是从我十个兄弟之间里头
挑出来一根最准的，我拿着这根，什么苗子都没有，就拿着一根三八大盖，这是最准确的还原当年的狙击手。嗯，就是拿个三八大盖，也没别的，就那最他能拿到最准的枪就是那玩意儿，三八大盖，不用找什么乱七八糟奇怪枪，老老实实让他使一支三八大盖，天天好好保养那支枪，讲那支枪怎么保养，就他那支枪上表现一下，就他那支枪上带防尘盖，别人枪防尘盖都早都没了，他那枪上还带着防尘盖呢，就那大盖还带着呢，因为一般的都没那大盖。明白。这样的话会提升整个军迷的素质，整个观影人的素质，你慢慢培养他，他就对这东西有要求了，对，你就能拍出好片子来了，有市场了，这都是互相的嘛，不用把钱都得给那小演员啊，就他凭什么值这钱，我没明白王宝强凭什么值这钱啊，当一明星凭什么值这钱，他没下那功夫，凭什么就是给他那钱啊，真的你自己想想，就给他那个名儿了，但是没有实际做、啊、就不是什么呀，他们给他那名儿了，给他们实际的 money。 我那顺溜那片子、那他妈的王宝强那已经红了，演完了那什么，我知道那个演完那个他就出名了吗，出名了吗、为什么团长里头没他了，你自己想想，你请不起了呗，对呀、团长把钱应该花在哪儿啊？花在底他妈道具上面，没花他们那傻逼小明星上面，请不起这傻逼了。你看看团长是不是原封不断的人马，没那傻逼。当时咱不还特意说了吗？说是原班人马演的吗？但是怎么没他呀？啊，请不起了，因为钱得花在正经的事儿上，不能把他们钱花那虚头巴脑上面。是，压是一虚头巴脑啊。冯小刚爱找这虚头巴脑啊，所以就给他那电影里头安了一屎啊。两片屎，一个是英七旗袍屎，一个是王宝强这狙击手，妈二傻子似的，整个这他妈是穿越来了一二傻子是吗？这他妈跟当年战场上有这么一人吗？真的就是，你不怕那老兵从坟里出来抽你们？你不怕你死了以后，你过奈何桥之前先让一帮老兵抽？没有尊重他们。对呀、就你死完了以后过奈何桥，啪一帮老兵去一个个人抽你们家一轮，让你们家记住了，别他妈干这傻逼事儿了，对吧？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最就是战争片啊、所有人追战争片的那些电影迷们，要我说就不用看了，哪个都不用看，因为他们从来没往真正的战争片上战争这俩字上下过功夫。对，真的真的，战争片是拍战争嘛，你他妈得在战争这事儿上下功夫啊，当年还原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实际的必须下功夫，有可能用了五年时间我才把这一个东西还原出来。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想还原一个两山轮战的一个作战史，这就是我想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我那博物馆建成的时候，我里边一定要还原一个这个。现在我只干了20%的工作量，就是我做了一年时间，一直在四处找里边的真实的东西，我是不是能找那真正的那帐篷？里边的桌子是用的什么桌子？弹簧床是用的什么弹簧床？电台用的是什么电台？我找着了，真的电台，当年的那电台，因为那电台现在已经都太老旧了，就合法可以买卖了。当年的电台我有了，就这一套，我把整个这作战室给你，枪在那儿摆着，原封不动，就当年的枪、当年的电台、当年的衣服，里边人穿的衣服什么的，哎，我都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那才20%，才完成了20%的，就枪部分我找了一部分了，地图、防水地图我找着了，里边那个指南针那个。地磁那指针我找着了，望远镜我找着了，衣服我找着了，就整个这个单兵的这一身找着了，那完我还得找这些帐篷什么的，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太讲究了，太难找。天哪，这他妈得做功课，你得看文献，你得看当年他们用的是什么，哪厂出的，中国哪个小厂出的，哪个兵工厂出的，你得全闹明白了这件事以后，你才能正路子找对了，找着人真人当年进去过的人，
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他那人他也不记着我当年使的那马扎是他妈哪儿产不知道，我他妈哪知道哪儿来的，那玩意儿谁他妈关心那个呀。但你要如果做这件事儿，你拍电影你他妈就必须关心这件事儿，对，就得还原当时的情景嘛。对啊，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对啊，你看看那个狂怒，嗯，他们要找那米歇尔坦克，那是他妈的从博物馆里拉出来的啊、哦，那是真的，他妈从博物馆还给人玩坏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博物，就是打算开博物馆的人，步枪博物馆来说，你其实你给我玩坏了，如果是正当的，我不心疼。干了一件牛逼事儿，我操，多牛逼啊！拍出来真的米歇尔坦克，真给我干坏了。这我一辈子死的时候，我都知道说，我操，我那是真米歇尔坦克，是我的，还他妈给我干坏了，我没让他们赔钱。又多了一故事。嗯，就是这才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现在干的这些事儿成为不了人类历史，对，流传不下去，就是他妈的王宝强成为不了人类历史，但是人家那哥几个下面干的那个我的团长我的团，那他妈能成为人类历史，你干到200年以后大家想琢磨这场战争得拿那玩意儿当参考片，那就算唯一的影像资料，对，那他妈很有可能成为他妈的最真实还原了的影像资料，那时候再想拍那样的片子得照着那看，他得当时使什么呀，对，都使什么，怎么使的，你拍电影应该干这事儿，拍电视剧应该干这事儿，别他妈一天到晚，我真的真的真的最后临了临了咱们再琢磨琢磨这事儿，你们就听我说这句话，就那顺溜压不是牛逼吗，他连那狙击手那 sniper 都不会拼的，可能